记者王少华台湾报道。娱乐焦点带你看的是艺人冯元珍，今天早上他现身在屏东的大鹏湾，参加的是赛车比赛。原来给人娇滴滴玉女形象的他，其实是一个赛车好手。而艺人姚元浩同时也现身比赛现场，现场可以说是欣慰十足。一身轻便露出纤细小蛮腰，宅男女神冯元珍一大早现身屏东大鹏湾，要参加房车比赛。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是属于男生的运动，不过在自己尝试之后，还有就是有很棒的，身边有很多很会开车的车手就指导我很多技巧之后，发现女生原来也可以做得到。外界印象总是娇滴滴、纤纤玉女的冯元珍，其实是个赛车好手，已经练习多年。他今天也是特别为了年底的房车比赛前来试探底薪。我确实跟自己挑战，因为在每一次测试赛里面呢，就是一次超越过自己这样子。因为没有，我不敢假设有假想敌，所以就自己跟自己的时间比赛。同样也是赛车好手的姚元浩戴着墨镜，一身帅气黑色劲装出席，要和各路好手一较高下。同时看到帅气偶像和宅男女神一起同台赛车，车迷直呼真的是赚到了。记者林安平 SNG 小组屏东报道。接下来这两个年轻女生相当不容易，她们让